如今养宠物的家庭越来越多，而宠物也是除了小孩子之外最重要的家庭成员之一。尤其是家里只有一个宝宝的家庭，宠物和宝宝是非常好的朋友。还没有学会走路的一岁宝宝跑去找妈妈，接下来胖橘的动作爸妈都笑惨了。胖橘也是害怕宝宝会磕着碰着，才会一直拉着宝宝不让宝宝乱爬。大多数的家庭会让孩子和宠物一同成长，不仅对其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好处，和宠物相处也会使孩子更加的善良、有爱心、尊重生命和他人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